位前辈还有老师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是，现在起我允许你使用阿比术。Yes, Mom。 现在启动动力装甲系统，阿比术。这声音是天上。确认呼出信号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启动动力装甲系统，阿比舒。开始战斗。在上面。嘿，没用的，只要进行规避操作。我知道你那个牛皮哄哄的玩具能到处乱蹦，看了我就来气，不过那又怎么样呢？要蹦你也只能在地上蹦吧，你给老子在天上蹦蹦看呢。他飞到大楼外面了，怎么着，难不成那玩意还能飞啊？我倒要看看你掉下去的时候还能怎么躲。来啊，中弹，损伤轻微。考虑到坠落时的重力加速度，开始修正运算结果。只要有艾丽多的支援在，就算是坠落途中也能自由行动。开始还击。疼！什么情况？真的假的？穿着这么重的铁疙瘩也能滑进逃跑？不带这样的吧？你丫的根本就是开挂呀！尼禄前辈，就此结束吧。集中扫射。别当老子好欺负！背后有破绽，连续战斗受到的伤害为零。重新开始还击。哈！尼禄前辈，任何攻击都对我的武装无效。你已经遍体鳞伤了，再怎么抵抗都毫无意义。哼，你懂个屁！我已经决定了，就在这儿打败你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怕麻烦，救小鬼的事可以先放放，把你这家伙撂倒再说。我一定会把小鬼带回来。来吧，后辈，姐姐们的第二场复仇战要开始了。明日奈，突击！这种攻击不痛不痒。全都躲开了。算是一种本能吗？花林，超视巨的狙击。
那又如何？就算连续攻击也……切，一鼓作气，给他炸上天！是，部长。十，允许你使用武装的主炮。Yes, Mom。电力正在急速汇集到中央高塔，大家小心。想要救出朋友，哼，仅此而已。对了，丽英会长，你应该不会忘了吧？尼禄前辈的另一个名字，和他代表着什么？代号 00。那名字可是我们千禧年胜利的象征哦。啊！抓到你了！被电磁炮正面命中，还能行动？真不巧，这招我之前已经吃过一次了。已经成功黑进中央高塔的货运电梯了。难道他们的目标是？武装的弱点，难道他们要？石，快出来！他们想利用电梯制造失重，让武装的闪避系统失效。不，已经晚了。我之前说过吧，打近战，基沃托斯没人能赢我。啊，没对你说过是吧？算了。闪避系统失效。好嘞，现在你没有挂了，公平公正的打一场吧，后辈。结束了。不堪一击。这就是千禧年最强的代号 00。